大家有啲知道咁，今次咧就介紹一張地鐵同九鐵嘅70蚊通用儲值票。咁就係呢張啦。咁經過上次介紹50蚊通用儲值票之後咧，就介紹呢張70蚊啦。咁係啦，見到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？九鐵，你唔見到？九鐵喺度。地址度，有箭嘴啦，即系落马洲个颜色差唔多，即系绿色，我当佢绿色啊，绿色灰色，唔系灰色，银色先啦，银色，咁有白色咯，有箭嘴咪白色咯，系啊，加嘛呢个箭嘴来做咩？应该知噶啦，插卡入闸。出閘又插卡，是但非係咁啦。後面咧就好似皇家香港警察喎，咁爽！皇家香港警察嘅學院，有警察標誌。佢話上面字喺上面寫，上面啲字嘅時候寫咗保障個人安全，下邊就皇家警察防止罪案科，電話27212486可以打俾佢，打俾皇家警察。我唔知點解，後面鼠標後邊。會寫埋啲九九唔搭八嘅嘢，咁今次張70蚊通，即係張地鐵同九鐵70蚊通用儲值票就介紹到呢度啊！咁下次又介紹100蚊啦，咁就下次再見，拜拜。